今天吃吃得到他们家的爆浆鸡腿卷，一包里面是有五个，是这种包装，然后咱们收到又把它冷冻起来。这一包是400克，就是这一个鸡腿卷就有80克。这个是生的，把它放在空气炸锅里面，然后直接180度15分钟就可以了，中间可以翻面，然后直接就这样做熟之后撒上撒料就可以吃。它这个就是直接的一个大鸡腿啊。直接一个鸡腿，然后把骨头去了，做成这个卷，外面是这个鸡皮，然后里面全是鸡腿肉。特别的香，外面这个皮烤的都是脆皮的那种。有原味和黑胡椒两个味道。拍一包的话是19.9块，拍两包的话是35.9块，推荐咱们拍两个口味，一样一包比较划算啊，很好吃。